2007年 BEST 精武门甄选总决赛将于8月4日举行。8月3日，此次活动代言人陈冠希特意提早飞来台湾，请电台召集入选总决赛的队伍集聚好事989电台，准备在赛前给各路高手一场震撼教育。对于昨日柏芝产下男婴，陈冠希表示非常惊讶，看来他近来的确被公司的事情缠身呢。不过讲起送给小男婴什么礼物的时候，他倒是脱口说送吉他，并希望他将来能像他爸爸谢霆锋一样出色。应该更开心的是昨天好朋友生小孩了，对不对？谁？谢霆锋跟张柏芝生女儿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有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刚刚从 LA 真的飞过来，所以有吗？那么快？有，真的。哦，恭喜恭喜，恭喜你们！想说要送什么礼物？对。是男孩还是女孩？男生。送什么好？送一个，送一个 guitar， 是吉他，希望他可以很像他的爸爸。